为了锁定空之律者最后的下落，丽塔洛斯威瑟再度踏入天穹市展开追猎。但他没有料到，在这座城市中，世界蛇的阴谋正在缓缓展露獠牙，令丽塔陷入绝境。在这关键时刻，他的目标却伸出了援手，猎人与猎物的命运就此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。的身体还真是顽强，这样一来你也无法使用崩坏能了，是要和我来一场公平决斗吗？对你永远没有公平。